家人们，下午好。下午我们要来跟家人们分享一个这个新疆和田籽料的一个玛丽苑啊，玛丽苑巨红皮啊，玛丽苑巨红皮满皮啊，满皮的一个大挂件啊，一个小手件啊。我们这个是真皮真色啊，玛丽苑巨红皮啊，这个颜色是相当漂亮的一个皮色啊，很难得的一个玛丽苑的一个巨红皮。家人们可以看到哦，这个毛孔都是原始原始自然的一个毛孔哦，我们都没有去动它哦，原始自然的毛孔我们都没有去动它。那么这个雕的是一个一鸣惊人啊，一鸣惊人的一个题材啊。然后这个玉子也是非常细腻啊，非常细腻的一个非常细腻、非常油润的一个玉子啊，就是能够手推出油啊，手推出油的这个玉子啊。这个雕工也是没话说的哈，雕得非常非常工整啊，每一刀完全纯手工的啊。有喜欢和田绿的家人啊，可以来收藏这一款这个一鸣惊人，一鸣惊人的作品。尤其价格哈，价格我们给到家人们的价格是超级超级实惠超级实惠的一个价格啊。有需要的家人哈，可以到长征阁的卖场上去拍啊。那就先为家人们介绍到这里，感谢家人们的欣赏与支持，谢谢大家。